第二次题，由于电路装置如图所示，铜线甲、乙、丙、丁分别与相邻铜线垂直，且均与磁场方向垂直，则关于导电时，铜线在磁场所受磁力方向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从图上面可以看到，我们的电流方向呢是这样子流动的，然后我们的磁场方向呢是 N 到 S， 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右手开场定则，我们甲柱所受的磁场方向应该是向子，所以呢甲的受力呢方向呢是朝向西方，而我们的乙，我们的笔的向左，所以乙的受力方向呢是朝向北方，而我们的丙啊它的受力方向呢是朝向东方，而我们的丁它的受力方向呢是朝向所谓的南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选项 C 是正确的。第二次题问我们说，关于通电时铜线在磁场所受磁力方向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铜线丙向东。